大家好，我是阿菜。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换衣服这件事情呢，大家都知道我的能耐，但是呢，你们看我也看很久了，今天我就请到一位我身边的朋友，这个身材不得了，就是我们的巧巧儿。Oh my god， 怎样？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怎么舞姿还可以吗？我看他的 IG， 每次的照片呢，会很惊叹说：“天哪，这个人的身材怎么这么的惊人？”平时其实我没有穿那么性感，但是如果一去外面，我就会想要穿的辣一点，拍一些比较可以往美处的照片。我觉得你都做得很好哎、欸，像我就是一个流浪汉，确实。但是我应该要跟他好好学习，所以今天反而是他要来教我们一下这个衣服怎么样打扮自己。刚好我的助理说：“哎、欸，菜，你有包裹拿上来。”我一看，哈，是我前助理寄来的，就一堆衣服。大家看起来，来，我先拿哦、喔。这个衣服看起来其实蛮正常的，对啊，看起来很可爱。我下一秒就觉得它一定很母汤。然后他说，嗯，还好啦，我觉得你哈、喔、开台的时候可以换一下，然后是长这样。哇，好辣哦！哎，这件跟你跟我那个有点像，这个很辣，怎么回事？哦，这个不能穿内裤，这不能穿内裤。所以本来今天呢，我要穿他的衣服，但是因为他来了，一定要秀一下身材，今天就让巧巧来秀一下我平常他们会给我什么东西。马上开始，好，我们先来拆一下衣服。我想要看那个自己刚刚有是不穿不能穿内裤那一件。这件，你平常也都不穿内裤？我平常会穿，因为我觉得内裤是我的禁忌。它是两件哎、欸，这什么意思？天鹅的感觉吗？是姐妹套，你穿这个，然后我们这样子，但是我这样会全裸啦。好好，这一件先放旁边，好，你再开一件。那黑的好了，黑的好像是最令人期待的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些衣服为什么那么多洞啊？他还是想要提示我，就是我脑子有洞。完啦完啦，全部不会穿啊！这是要露头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是要露头。黑色好难哦、喔，来下一件，蓝的应该就蛮简单的。哦，这件 easy 了，这件平常是去外面逛街，然后就是到个垃圾都可以穿吧。我也觉得，紫色这件我觉得也可以。可是它这个紫色可能会显得皮肤比较黑，但是这是煮菜用的围裙吧？懂，这件好像也可以，这件好像没什么难度。来问姐姐好了，姐姐长得非常漂亮。我问姐姐好，我们应该先穿哪一件？我觉得第一件。黄色的，然后你穿袖套，然后我穿袖套，你穿洞洞，我等一下就只有袖套出来，全身是裸的，我就袖套出来。啊，我们这集还要播吗？我们自己看就好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换衣服。好，我现在很害羞，因为我觉得这件衣服超级厉害，第一件就太这么口味重。来，我们欢迎巧巧儿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天哪！但这件一定要胸贴啦，所以我们有贴一下。但是完全是没有 new bra 的。Oh my god！ 好害羞，其实很没安全感，就是感觉有点赤裸。你觉得我前助理怎么样？跟我感情不好哎。他跟观众感情比较好。对，这件衣服不是每个人都能穿，我一定要第一个很瘦，因为它其实很贴，你甚至旁边都没有赘肉，而且你看它这边是凹下去的，所以穿起来就会很好看。这真的不能穿内裤，你知道吗？他刚刚叫我把内裤脱掉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紧张，因为这件衣服也很痛。然后第二个点，这件衣服其实胸部不能太大，像我差不多 OK， 它这个就是巨大，所以巨大的旁边就会有一点没有安全感。各位给这件衣服几分？用在什么场合？倒垃圾。倒垃圾。倒垃圾十分。100分。这其实很像菜场东坡肉啊。没有，要挤出来，要挤出来。哎，我觉得你的袜子很不搭哎，可能会有点害羞，就更没安全感吗？对，会更没安全感。Oh my god， 那你现在可以摆出拍照的姿势吗？现在要拍那种你平常拍那很漂亮的照片。我当一棵树。Oh my god， sexy shit。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了。我觉得你很多了。那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件衣服吗？你去换这件衣服的时候，我来穿你这件衣服。Okay, 想看东坡肉？我可能会真的有一点点。好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我好了、嗯，可是我穿起来刚刚有截然不同的味道哎、欸。什么味道？猪肉的味道。好，来喽。Hello， 有没有阳光沙滩女子？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不讲话？你觉得怎么样？还行、啊。你觉得有猪肉感吗？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来评分。现在马上就要帮我评分了，你有意思吗？100分。姐姐讲，就是我穿起来会偏向欧美风，不是？我觉得我穿起来有性感吗？我就穿起来没有性感，我觉得我穿起来有点 sportive。然后来，我们来踢足球吧。哪有会穿这样踢足球？你现在违规带球。好，巧巧可以了吧？好。啊！这件其实也很辣，这件超辣。但这件衣服感觉你家也会有啊？对，好像也是，因为有点南半球感觉。
还可以吗？你穿起来都跟那个照片很像，还原度非常高。你刚穿的这件衣服，然后我穿的话，你讲一下。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欧美的感觉，因为其实就是很健康，然后我不会觉得说还原度不高，因为我觉得本来就是应该穿成像这样子。可是我穿不出来，就是照片里面那种，就是我觉得他们那边就比较偏比较 sexy 的感觉。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才是正确的风格，不然谁会穿这样出门？我。到垃圾 OK 吗？这件我觉得可以，这件到垃圾，这件有点遐想哎、欸，这样开很奇妙。来讲解一下这件衣服，大家评分10+1。12分，那我呢？我喜欢100分，我100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老板。对，我刚才想这么讲，说老板嘛。打几分，请在下面留。也就我们两个穿的同一件衣服穿出来有什么感觉，在下面留，这样我们才能更知道我们下一次要做什么东西。Let's go。我觉得我跟巧巧好像又有截然不同。OK， 来咯，三号桌没酒了啊！哎、欸，你干嘛？还想偷懒啊？妈妈桑，我觉得。这件衣服我穿出来感觉跟巧巧又是还蛮大的不同的感觉，我不知道是不同在哪里，可能是身材吧。姐姐觉得呢？我觉得比较性感，更性感。更性感吗？对，你不觉得她穿起来比较性感吗？我觉得穿起来还是因为我有气势，我这边已经露到该逼了哦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这边有一颗痣哦。来，我们欢迎巧巧。你平常会家里会有的衣服、啊，平常家里面大家都会穿的衣服吧？对啊，我觉得这件唯一我觉得我不会穿的是，因为是因为它太长，因为我腿比较短，所以我会穿选择短一点的裙子。对，我们把它折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还要再短一点，因为太短了，可能到这边、欸、可以这样子就会比较像是你会穿的衣服。对，我会穿的衣服，然后再拉下来一点。但是我可以明白这件衣服为什么他要做，就是裙子比较长，他可能希望就是他在有一点气质感，然后穿着一个拖鞋，就是拖鞋还要带小跟，对，然后拿一个小费包。然后戴个墨镜就要去一零逛街了。好，那你现在看我。我觉得这件衣服其实是你的衣服，因为我刚刚在里面看，我就觉得它其实真的穿起来很有气势。穿起来三号桌没酒了，我去陪，我去陪。颜色和不管怎么样都很搭他的皮。几个场合可以去？春酒啊，或者是庆功啊，比较需要庆祝。跨年冷，跨年会冷啊。我就是要穿这样，我跨年才有别人脱外套给我穿啊，会懂不懂啊你？就是。那你觉得你身上这件衣服，这件连我姐都可以驾驭吧？小林也可以，其实应该算是蛮多都可以驾驭的。老实说，因为即使你的胸部没有那么大，对，唯一的一点就是说它太贴身了。对，就是你要很瘦。嗯、好啦，最后一件，这件我觉得穿起来就是很适合去走那个星光啊，或者是走一些就是场合，很适合厨房。很是厨房，就是哎、欸，那个有、欸，等一下我煮个那个什么给你吃啊、欸？喂，我等一下要煮饭啦、啊。这件一定要穿高跟鞋吧，不然真的很适合厨房。OK， 我们来去换一件。刚刚因为我们最后那两套衣服，我们觉得太正常了，所以呢，巧巧也有带衣服来，然后他就要让我挑战 cosplay。哆啦 A 梦？什么哆啦 A 梦？我看起来哪像哆啦 A 梦啊？我应该怎么样？我不会摆这个姿势。你们为什么全部傻眼？你这个要跪在上面，然后要喵，喵，有种喵。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、欸，真的吗？我这件衣服呢，跟我平常的风格可能就是108,000里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欢迎巧巧，她也是带了一件她自己本来要给我穿的，可是我觉得她穿起来应该会很惊人。来，巧巧儿 ，Oh my god， 有点辣。好，你们都说你很适合，可是就变成我在穿，但是有一点，她有点要外，你知道我刚刚一直在拉。哎、欸，这件也很没有安全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件不能去跳舞，就是不行，哪会甩出来？来，我们来开合跳。我可能可以。哎、欸，其实你穿这件很可爱耶，可爱吗？你刚刚不是说你不会摆姿势吗？我可以教你几个，因为平时我就是那么 gay 白人，屁股要翘起来。啊，屁股翘起来。哦，有吗？然后还有这样子，然后还有。对，还有这样子，有吗？凡，有吗？我做的好吗？各位，下次开台就穿这样。我怕我观众会全部推定，我的人设可能出不太来。譬如说要骂人就骂不出来。好啦，请给分，9分，九分而已，超过满分，真假？因为你之前没穿过，20分，你也喜欢，我想知道各位。评审们就是我们的分数，满分是10分，完全没有意义。来，巧巧，10+2，超过你的满分，那我还是输啊。对啊，对，好吧，那观众帮我评分，因为我毕竟挑战自我，而且他有时候很夸张的那个 cosplay 的衣服，我觉得有时候 cosplay 就是要有一些比较不符合常理，他反正就是二次元的。当然，那些衣服都是。
怎么来的？这个是日本的那个某一家 cosplay 专门在做这个设计。OK， 对，但是你出席活动那些呢？那个是厂商做的。所以你觉得，想现在想象你所有穿过 cosplay 的衣服，你觉得我是有办法穿 cosplay 衣服的人吗？有，有，关你屁事啊！看你要穿哪类型，看你诠释的角色是什么。你说真的很二次元化，可能就比较不适合我这个欧美人。我觉得你可能诠释的是没办法，不是那种完全的身材很好的，你可能是可以诠释那种神韵很好的、气势很强大的女王形态的人。哦，就还是就是女战神啊，女武神之类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你真的是很二次元欸，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没有看过更厉害的？你说你姐吗？我姐是啊，不会拍到那个她的腰。你看我的手，你懂吗？她这个是很小。不要说小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算大成功吗？是，来小跟我们讲最近有什么活动。没有活动。那你的平台哦，我和姐姐最近要卖那个上新的那个健身裤了，然后是做那个有专利的。平常在哪里直播？平常的话在 FB 还有 Twitch， 大家可以去 follow， 然后 IG 什么之类的。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，各位拜拜拜拜。这种动作有姐是觉得说可以，好无辜哦！哎呀，好可怜哦！啊，你看我，然后就，好，再见。